你再见。我拿谁说的？拿去不用见了，身份证你看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给你个卡。我来领就行了。我也领就行了。我昨天多呀。我不要俩印儿，领俩摇一格子行了，摇一格子行了，俩印儿，大奶奶嫁了，你那两份儿，领两份儿下去，咱俩一点吃，那够一个份儿吗？够够，王鑫就行了，肯定管饱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今天咱们继续做我比较拿手的大虾炖菜，准备了八颗大虾，每盒四斤，能有30多斤，一些青萝卜、油豆腐，还有一些粉条。废话不多说，大锅菜炖起来。这不能干一份儿呢？多大岁数了？70啊？怎么不能呢？就是赖给老二做的，今儿赖拿刺儿啊，给你们做这个大虾，炖萝卜，炖这些。那子这个卡跟家拿个小盆过来等就行了，肯定能吃饱了。啊等你一会儿，我做这个都做好几年了，放心来领就行了。是把大虾都倒入锅内解冻，粉条先泡上水，萝卜去皮，削好皮的萝卜擦丝备用。打一半老玉吃完走吧。我就赶上4点多，我给抬多少呢？今晚上给你们做这个大虾真材，都有80多了吧呢？好，不用钱，那就拿个小盆过来得牌就行了。我这边还有馒头，晚上就不用熬了。两家商量我这个大虾炖菜怎么样？仗义是不是？哎，就是给老爷做个粉，那两家商量。大虾捞出来，一会儿开始做菜。姜啊，必须去皮。我在这儿给老爷做饭呀。大虾炖萝卜，我给材都准备好了，一会儿我就开始熬饭了。那里那边家尝尝。好，先准备点炖菜的料，来点葱花，再来点姜丝，喜欢多倒点花生油，先倒入大虾，先把大虾炒一下，炒出虾油。大虾炒好了，先捞出来备用，虾油留在锅内，继续倒入花生油，倒入葱姜，来点一点鲜酱油。再来点料酒，倒入萝卜，再把萝卜炒一下。萝卜炒软后，加入清水，加点盐，开上锅开始炖，先把萝卜给炖熟了。我干这个干好几年了，一会儿来啥事儿？这不欢迎我？欢迎我，欢迎我就好。来，谁没有卡？我给他翻翻卡，不用怕，你都有啊。来，好了，这都有了，总算台灯我试了半钟就好了。开锅后，倒入豆腐。盖上锅盖继续炖，真有嘴啊！完事儿，容我喊的那个喊就行了，喊就行了，不用客气。这都是你客气了，都得压了，把水都喊死了。豆腐也炖好了，放入大虾、粉条，再小火翻炖几分钟。菜炖好了，撒点香菜。这个菜放大虾了，不需要放金枪鱼已经。好的，出发。来吧，表现好了，从大家身体先放，放能量的。好，你试试，你这意思。不用钱。谁要帮我收大虾？慢慢的啊。别说，不用钱，慢慢走吧啊，你得搞个粪便，慢慢。这个昨天我帮我洗了一下，我昨天我反了啊，慢慢的，哥俩的一样。好。你现在光走啊！哎呀，就是整容的。看看我说的还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拿耳朵，拿这个架子太小了，都吃了，大大爷，我慢点啊。俩人不够，好的，慢点，大爷啊，自己拿就行，别管哪台牌。慢点，大爷。不行，不行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今天在吃饱了，应该有饭，不用客气，慢点了啊，不用急啊，不用急啊，真的，不用发卡，这是我们开的一条，这样这样，好好好，好，慢点了啊，还忙着呢，还可以，哦。啊，香香酱够了，来就够了，容不了。下次给我吃，看看我昨天的牌子怎么样？行行行，慢点接盘。好，慢慢的啊，都卡给我就行了。两个月啊，好。我下，我慢慢的啊。两个月。哦，两个月啊，我好。可不用吃了，一个，两个手，慢慢的啊。五眼出头，家吃完饭，慢慢点吧啊！行行，不用谢，不用谢了。不用客气，够够够够够，慢慢点吧啊！我给你打一刀，让大叶子走了就行了。大爷，慢慢走到门店了啊！谢谢。我不用谢大爷，慢慢算着啊。你那个玩意儿小子，两个月你哪打那么一小碗啥狗屎了？我先给你打一刀，再给你这个再放点。你打两回下去，再打哪一刀吃？你打回慢点大爷啊！慢慢走到大爷啊！
都吃了一下，慢慢的，那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好了，还不能起呀？好了，这格好了，这格好了，慢慢的啊，这等着呢啊。等到我了吗？到床上我说再怎么样？起了起了，都起了，快快快点！哎，完了点了哈。谁来这么点小事儿都行了？给个多呀，都起了，起不了啊。好，慢慢得了呗。家里俩人，这多少我都给你加点。好，都起来一下，俩人慢慢得了啊。他为什么没跟我说啥呀？咱俩领了，都起来一下，慢慢的啊。这个财不就都吃了？够了，够了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哈。来，给马哥给老妹留下。好，给老妹尝尝。够够够，谢谢啊。给老妹尝尝。我吃了一样，哎，够了，够了，两个手，二位啊，我给这货的这事给咱俩背背，老多台了你们。还别我给吓住。好吧，你们人呢？哎，好。河南大锅屎啊！今天做了满满一大锅大虾炖菜，这个村来了50多位老人，他一点都没剩，都给老人们分完了。这其实您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